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Bartek，这是 DJ 地上医生，要到每逢星期四的 DJ 的五分钟怪诞 news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更新吧。第一，上周宣布的新超绝，其实本来是明天晚上直播，但是我又跟工作撞时间了，我会尽快出攻略的啦，非常抱歉。那第二，我们的轰绝 clear 任务，不太清楚台版有没有，我会在留言再告诉大家。这是一个送资源的活动啊，通过新增的轰爵任务取得报酬和称号，还有一些抽奖活动，是感觉跟台版无缘了。然后第三，禁忌之域的2周年纪念有2项新功能。首先是如果没有通过禁忌之域的，你可以直接跳到你的最高纪录，但是跳过的关卡不会获得奖励，而且不会出现 extra 的关卡。然后第二，如果已经通过了禁忌之域呢，制霸5次以上可以跳过5关，从第六域开始，所需体力是125；制霸10次以上可以跳过10关，从第11域开始，所需体力是250，而且可以获得奖励的。还有一个特别奖励，根据你制霸的次数送奖励啊。你如果已经通过1次呢，会有一颗新的限定域。3次呢，会有5颗特域是给你在新的系列去抽的，然后通过5次会有一本战行之书。新的域呢，可以让你选一种属性去抽限定角色，必定是6星的哦，但是只限每月限定了。另外，禁忌之域的体力下调后如图。然后第四，我们的新木季限定3日月中禁。啊，进化反射炮击型被动超反重压人杀手疯魔，巨人反板块反减速臂，大招是8回合的加攻加陨石追打，友情技能超强扇形扩散弹10是新的友情哦。那神话是贯通炮击型被动扫雷反魔法阵毒杀手，巨人反减速臂，大招是16回合的加速加攻，触碰敌人中毒。友情技能是超强贯通导引弹18，副友情超强扇形扩散弹10。第五是我们的角色的上方修正啊。首先抽到角色梵天，新增一个被动主题镭射，把木沙从技能转到被动，还有新增技能妖精杀手，血量加2000，友情技能从超强贯通扩散弹113变成5，副友情超爆炸变成超强爆炸。然后罗密欧新增被动无属性内性，大招由24+6回合变成24+4回合，副友情交叉镭射 L 变成 1L。海克利斯被动新增风幻龙 M 友情征服，技能就新增宇宙族杀手 M 蜂鸟兽 M，友情技能交叉镭射。1L 变成八方向镭射 1L，降临角有巴尔神话新增被动反魔法阵，攻击价1000，然后卡巴雷塔进化，新增被动回复 S，友情技十字镭射变成混技镭射 L，其实还有一些啦，如果想要知道详情，请告诉我，我会再做影片。第六，珊瑚兽神话。贯通平衡型被动超扫雷反重蜂鸟兽 M 技能冲刺，大招是12+8回合触碰弱点给予大伤害，友情技能反射冲击波12，副友情超强贯通锁定冲击波6。那就是5月21号怪诞 news 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全字幕影片，那记得按个订阅和喜欢。那我下一条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